公哪天打的时阵，请他要躲好，还给柯妈妈。他说大家都在抹黑他儿子，其实殊不知你自己的儿子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阿贝进哦，你进住进哦，土城的选择柯文哲。迟来的正义，我觉得你一个贵为一个党主席，然后还是首都的市长、前市长，然后你看待每一件事情，你都是用圣人的标准去检视别人。那你自己犯错，我觉得就是不要说谎，然后满口谎言。哦，你要说一个谎，你要用千百个谎来圆。我还要喊啊，我说阿贝金哦，你清楚，阿迪比爱较乖哦。他的生活，依他这么白目，应该会被人家电吧？对啊。所以说有跟那个柯妈妈讲什么？我说，如果在打雷的时候，雷公哪天打的时候，请他要躲好。对，这句话还给他。还给谁？还给柯妈妈。对，因为他说大家都是侧翼，然后大家都在抹黑他儿子。其实殊不知，你自己的儿子就是最大的问题。